者王盈君台北报道。陈廷妮出席卡地亚 Resonance is the Cartier 顶级珠宝展晚宴，觉得身上佩戴的美洲豹耳挂式耳环与戒指像真实的小豹趴在身上，可爱到炸。我想买美洲豹想了5年了，希望10年内可以买下。孝顺的陈廷妮曾买珠宝送妈妈，但透露送妈妈东西多，要少报一个0，以免妈妈却得花太多钱。妈妈是传统妇女，不少报几个0，妈妈会舍不得。既然这么爱美洲豹，是否有考虑要以美洲豹戒指取代婚戒？她表示还是想要正统的钻戒。我是传统妇女养大的小孩，该有的孩是要有，美洲豹是梦想。卡地亚顶级珠宝展晚宴，陈廷妮，记者王望林社。卡地亚顶级珠宝展晚宴，陈廷妮，记者王文林社。陈廷妮热爱的卡地亚美洲豹耳挂式耳环约3.35万元，卡地亚提供。